观众说苏志祥被狗咬可以啊，不行可以吧？啊，六个字而已。苏志祥被狗咬，被狗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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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苏志祥被狗咬，苏志祥被狗咬，苏志祥被狗咬，被狗咬，苏志祥被狗咬，你们都开做一个录音带好吗？小刘是一个爱，好来喽，来，OK。哎，一样三按哦，一、二、三。我跟你讲。你人是毋知生存艰难，我随时会使将伊赶出去，互伊开枪，负责倒去做平民，我平你去死啦！伊是小官尔，尔做甲足少去，我真正看袂起我是有钱人。伊即马再讲一句，我是神经病，我去看医生，安怎做平民？你真正笑死人！即马是安怎？英国女王互你接位无？不是总有互你免死金牌，还是安怎？你出门的时阵有警察会用血库、兵马俑、陪葬、神经病、刘玉英，你竟然骂妹妹是神经病？不要破罐买买买，妈！这是因为天性的关系吗？还是因为人民的？难道你想要再继续？跟你啊，继续玩到几个原因，就是因为中下分还有林明德的会员奇怪被拉。我哪会刚刚你也月子做不完，朋友告诉我刘凯跟你新小孩刚快，你跟坐月子几个月，最怕能够喂，你跟所有人都把房价打得人家都有恃无恐，你一下不是就没搞，就在那发现下面危险，我直接的。第一个出水，第一个，好快哦！太快了，被亲完，我真的是结婚的祝福，是民众的祝福礼物。怎么这么快？凭什么这么快？黄黄弟弟有没有？你没成你几？你的裸衣闪盘，我不可能会答应。我不敢相信我的计划不能达成，而且我不相信你们。你知道我几个人几箱几乱不起因，我管你吃什么，我叫你吃什么，你都不管是乱的还是硬的，你都在吃。神经病，刘玉英，你竟然骂妹妹是神经病？是的，我妹是高官叫神经病的毛病，你搁敢加讲一句，好啊，好啦。哎呦，哎呦，妈咪。妈，你两个哪会使加讲多一句？你见面就冤家啊！伊的神经病，但是伊的好，我就少讲一句。志良，你妈妈哪会搁敢骂我一句？我已经发动党党市委，甲你为党市长的单位又来无信你试看卖。妈，你家己嘛有听到啊？恁李家的人，那是大风开花来威胁咱志良，志良。你即马从即马开始，想要做啥就做啥，我拢无意见啦。志良，你是我的囝婿、翁婿，爱做啥物，你去做。唔要听你妈妈，伊咧消炎风雨风雨风干，消炎风雨风雨风干啦。你高官了，上乖七十就唔知死哇，这点你做的真好。志良，我先走啊。有啥物代志，敲电话甲我讲就好。无想要过一个神经病。都管我，安尼话，安那该排除吗？伊是个大笨人，你安那提防都无效，外口的花遐多，你捌的了吗？路边的野花我问看，我嘛管无着，那是这类花，家己山墙过来，我想我就无法办法唔管啦。助力副总裁，唔是拄对一个，拄查某个人，个小老婆，又怪啥？我认为大家是，你注意家己的身份，你有哪是资格？伫我办公室都袂讲，请你收的拄啊迄句话，安那讲的拢是事实，有啥物需要收回的？我一口准确之喵喵分。你真的已经唔爱熊熊哥了，我等你等到霞儿都睡了，威儿都歇了，你还以为我会等你一百年吗？
曾经有一段真正的爱情摆在我面前，但我不知珍惜。但我花火时是后悔的木鸡卡，木鸡卡，一个跳最后一句，最后一句，最后一句就是。我爱，不是这个段最后一句，就是我爱你。录飞机就下面那个中间，那只是下面时候开始耶。这一形状不是无限雄哥吗？第一个不是雄哥吗？请你讲一个，你讲一个好吗？好吗？请你讲一个，飞，你也在意别人的看法吗？夸发是发文是不是？哎，我想对你讲，我愿意为你面包。我愿意为你面包。我愿意为你面包。我就是喜欢喜这样的你，雄精。